你今天呢、啊，在我们现场八台车里面呢、啊，这两台应该在色彩上就是一个缤纷漂亮。没错，其实这两台车的话，其实我觉得以今年来考虑要买车的话，你一定会考虑说要不要买电动车。嗯，那今天这两台呢，我觉得也是非常适合我们女性车主。然后整个在外形上呢，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台好了。好 ，GoGoRo 三 ，GoGoRo 三，而且它是 Delight 版本。没错，对不对？那 GoGoRo 三它本身其实在整个 GoGoRo 的车系里面就是比较实用。然后它的外观非常有特色，我们如果来看一下它前面，跟一般的机车，跟以往 GoGoRo 有点不太一样，对对，长得不一样了，甚至跟一般我们传统中所想到的速克达也不一样，对，那它很特别在这边，它把杯架，其实现在速克达都会有杯架的设计，但它把杯架的整个造型融入在它的外观里面，让你看到说，这边就有杯架，所以这个是比较特别的地方，那其实我们因为今天针对以南宁来说的话，目前 GoGoRo 三在今年发表的这台 Delight， 它把车身略有降低，所以它的座高是比较低的。现在座高它不是说75公分左右，会不会？对，那这个会大概就是75公分来说。然后它把旁边的坐垫有削薄，所以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请南宁来坐上来看看。南宁有没有先坐上来看看？好，我先坐上来看。那你会发现它就这样一跨一上去，对，不需要踮脚，也都很顺，而且它这个很符合人体工学，所以坐的时候是不会卡卡的，然后是绷紧到你的那个大腿，然后是可以很顺的就放在脚踏板上面，轻松，对，而且它脚踏板还算大，对对，就还蛮舒服的。你看前面这个空间其实很多女孩子在意， 对， 对不对？好，然后这里刚刚杨幂有特别说到的，它把它变薄了。坐垫是削薄的，对，所以你在骑乘上你不会觉得说腿被撑得很开，很，或者说后面坐的时候觉得说小孩在后面坐的时候觉得说好像两腿都是悬空的，那其实以 GoGoRo 来说的话，我觉得它强调了就是我们从它色彩上来看啊，就是有一种3C 的感觉，就是一种配件的感觉。你看它光是这样的车身，我们光这个镜头一看就有三种不同的颜色，没错，然后都是很抢眼的，对，女生会喜欢，会让你心情好的，没错，那你如果今天要开启的时候，很简单，我们只要一张卡片，智能开启的，没错，你在前面稍微感应一下，立刻就开启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一般来说，快速解锁，没错，不用拿了一大串钥匙，然后再来找，你只要开启之后，然后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要需要它的那个置物的空间，对，很需要，南宁很在意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它目前来说，它的置物空间呢，算是整个 GoGoRo 系里面最大的，有26.5公升。那如果说你有戴1/4的安全帽的话，两顶都可以直接放进去。OK， 这是它算比较方便的地方。那另外呢，因为南宁刚刚有提到说，它都会在可能会在市区里面做骑乘。对，那我们一般停车真的很麻烦，就是所有车都要一台挨一台挨得很紧，然后那个车位就在那边比较塞那个缝的感觉，你可能想办法塞进去，那你要把车子再倒退撸出来的时候很困难，对，可是电动车有一个好处，就是其他一般我们汽油车里面怎么样，它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对不对？对，它就会自动倒车，倒车辅助，对，它会倒车。那我们来试一下，这太神奇了，你看蓝宁眼睛都亮了，我们来坐上来试试看好了。来，然后呢？怎么操作？先坐上去，说先坐上去比较安全。好，那一般我们就是吹油门，它会往前走嘛。那倒车的时候，在这边有一个小按钮啊，你右手、左手去抠一下，哎，是不是感觉它有而且它会有，有没有？哦，对，它真的帮你倒车了。对，这不是脚去撸的，是它真的会倒车。好特别哦。对，那如果说你不管是你在停车停进去，或者说你停好车要把它移出来的时候，可以倒车，这真的非常方便。你看我们在前面讲开心，其实后面三位笑得很开心。画面很美。女生真的觉得这功能很好用，真的蛮好的。因为她是情不自禁的，就自己再玩一次，再倒退一次。对，她就会说：“我再来一次。”南宁又说：“我再倒一次，又前进又倒退。”这个真的很特别，让人有那种。而且呢，会笑，这个功能会让你笑，对，这也太方便了吧？对，因为很重，机车如果它是业务的吧，如果是很重的话，你要这样撸，其实很吃力，很吃力。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在车震中的，对，而且你常常要讲的时候，我要闪一下，我要闪这边闪那边。对，其实这样直接按下去就直接后退了，我觉得超方便的。没错，那因为这台车我们刚刚讲说它是 Delight 版本，那 Delight 版本呢，要特别讲一下，就是说一般 GoGoRo 我们如果看它的框其实大家都13寸，没错，但这一台是12寸，对，所以它整个车身会比较降低。对，然后有特别在针对，如果你是女性钟爱的车款，那我让它舒适性变得更好一点，没错，对不对？那针对这个小众的部分，我觉得这个部分，
它会兼顾一些日常上的行驶感受。对这台车来说的话，第一个我觉得实用。然后像我们刚刚停车的话，它的旁边的这个车壳啊，它不是用烤漆，所以不会有刮伤的问题。它现在是不是有一种 PP 材质的运用？没错，对，所以这个也是比较贴心，就是我们今天在停车的时候，可能啊多少会被其他车挤到，那它以它这个材质来说，至少不会有刮痕，是比较不容易造成刮痕的。好，然后又可以搭配很多颜色。好，所以第一台电动车 GoGo 3。蓝宁觉得有没有打到你？有打到，尤其他的那个倒退系统很心动，对不对？对，而且因为他的这边够大，如果要载小孩很方便。而且我看刚刚有看到一个很贴心的设计，就是他这边有这个脚踏板，这里，所以小孩这样一踩上去就上去了，就觉得还蛮贴心的，就好像蛮完全符合我的需求。对，你看作为一个漂亮女生，然后又作为妈妈，她思考的点要很不一样，通通都能满足最好，对不对？对。